变幻化的队形，同时也展现他们绝佳的默契。
行及神圣的使命，无论是严寒或是酷暑，白昼或黑夜，始终是喜剧方面从不间断。为了就是将精彩的表演完美呈现在各位嘉宾面前，感谢各位顶着风雨前来的嘉宾长官的支持。夫君一对全体同仁将秉持着精益求精的精神继续努力，再次也预祝国防之行之旅各项活动顺利成功。掌声欢迎！欢迎各位。